这两天有市民反映，分发到家的保供物资存在质量问题，能否回应一下？谢谢。您提的这个问题啊，大家都很关注。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呢，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介绍了，在近期的监管工作中，包括受理的这个投诉举报，那么的确发现了部分免费发放的保供物资存在这个质量问题，主要是生鲜食品存在质量问题。那么对于疫情期间啊发现的相关违法行为，市场监管部门表示会坚持从严从快的原则，发现一起查处一起。那么，如果大家发现了相关的问题，也欢迎啊各位市民拨打12315或12345市民热线，反映问题，监督举报。谢谢。